不用怕，若是有人要怪罪于你，我替你担着便是。兰溪是要责怪谁呀？参见大殿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啊，有人宁可跑到五十里外的行宫，也不愿意和我一起住在径山驿馆。我自然要过来看个究竟。练兵输了，又跑这儿来寻我晦气。